欢迎大家收看火焰带来的游戏流程解说方舟啊，现在玩的叫这个原始恐惧啊，咱们到这来嘚瑟来了。去，我这是一个三界的 boss， 炸死你们我！哎，这边有个 boss 啊，我需要他的血，过来，烧死你得了。哦，这血量直直下的。我得把镰刀龙给弄过来。镰刀龙拆血拆的哆嗦，我现在要召唤四阶 boss， 并且给他打死啊！把他给打死，我就可以训那个混沌龙和灵魂恐龙。小宝可能有点听不懂了，什么意思？有一种龙叫灵魂恐龙，还有一种叫混沌恐龙。这个恐龙就更帅呗，反正。好，那我把那个镰刀龙招过来啊，然后拆一下那个 boss 的尸体，这样的话掉的哆嗦。我也不知道真假的啊，家人们，我现在这下龙是个问题啊，它容易把我摔死。要不你下去啊，钻地吧你。哎呀！摔残了给我，先把它扔那儿吧啊，然后呢带它去啊。说它拆的多，有吗 ？boss 血有37个，还可以啊。我这个镰刀龙呢，也不是普通的镰刀龙啊，我这个是天神的。吃饭吧，吃，这几个都是卡了。好吧，那咱们现在看看还缺什么不啊？回家呀，回家吧。这个怎么这么黑呢？这个，它就是黑吗？OK， 那咱们先回去呗。好，那咱们先回去啊，回家，然后咱们看一下能不能招四阶的 boss。别出去，回不了家了。三阶的主播怎么不理人？这不打游戏呢吗？矫情。这是天神暴龙是吧？这么大呢。啊，咱们先把材料弄一弄啊。然后呢，咱们再赶快做啊！能看着他不？哎呀，不行啊，离得有点远。那个东西呢，有点那什么沉啊，我自己拿不了，我就得靠他们这么来回驮了。你那个装备给，不是这儿，这样呗，你都给我吧。boss 的血都给我，然后我把那个。我要用的东西给他啊，我看看啊，什么是我要用的东西？这个秒训药是吧？还有经验瓶，经验瓶这么多啊？然后还有啥？还有个秒训药，然后有点破帽子啊。这个帽子我能有用的吗？这个帽子是2000，这是2900，1900。裤子呢？裤子3000，这个呢？3400。手套就不用说了啊，他那手套更厉害。哎呀，这有那个什么啊，回血，这是干嘛？这是满级药水啊。这个凡是龙，你给他吃了，他就满级了。如果要是没满级的话，挺好是吧？然后蓝图我给扔了，一步一步来啊，要不然有点磨叽啊。这样呗 ，OK。然后我把东西全塞里边，都塞给你。哎呀，不行，也行，给你吧。你看还有好多东西，这个就不要了，这个扔了。电锯我也没啥用啊，我有镰刀龙，要那玩意儿干啥呀？别的还有什么呗？这个都得搁进去。可是我这个，我看看阿尔法的血我扔啊，还是怎么弄啊？我这怎么这么多破烂啊？甲壳素，壳素，这样呗。现在是倒东西费劲啊，甲是吧？甲壳素也没啥用啊，都扔了吧。OK， 然后再给我遮进去点，还不行啊？好像是不行啊。再有狙击步枪，我看这个多少伤害250，这个呢，伤害300多，那全扔了得了。弓箭呢，240，这个呢。100多，我这是多少的？我这300多的，
你这也没有啥好玩啊，这。嗯，那我全扔了，这些都扔了吧，扔地上不要了。好，然后呢咱们看一下那个 boss 的卡片啊，四阶的是吧，这样是这个吧。哦，能做了，我去，能做了。那我先挑战这个呗，做个卡片，慢慢来啊，做个卡片，然后给他给弄死，然后我就可以召唤更好的恐龙了。嗯 ，SUM， 是他把这个卡片抠出来啊，就这儿呗。我能打过他不？打不过我可废了。然后我现在干嘛呢？我现在得把那个死神给招过来啊。死神，哎，等会儿啊，你那个东西没还我呢，东西还给我。好，给这样吧啊，都给我。然后我这里边有一个剑，这样呗 ，ORI 好像叫 ORI， 有一个叫秒晕剑的东西啊，那个我得带着。剑在哪儿呢？哎呀，我的剑呢？我扔哪儿了？我需要这个，然后再给我做这个。好像原来没几只了。这个三只剑，我不是扔哪儿了？行，然后我把死神招过来啊，咱们把这个，咱们挑战一下四阶 boss 啊，看能不能给他弄死啊。来吧，我的小死神！哎呦，我太大了你！咱俩不知道，我这样啊，我给他先设置一下，设置什么呢？行为，然后攻击我的目标是吧？攻击我的目标可以，我怕他不还手。等一会儿啊 ，OK， 我是不是应该让他自己打呀？我躲远一点。咱们这样啊，咱们先去啊，先去这样。去哪儿呢？去恶魔岛啊，在恶魔岛杀比较方便点。四阶 boss， 三阶 boss 都差不点儿是吧？给我整的倾家荡产，我两个什么地狱龙啊，什么全死了，天神霸王龙也死了。我先把这个怪清一下啊。Hello， 咬一口100多万的血量，还可以，行不行？差不多啊。那我开打了啊，我自己控制啊，其实不如他自己打好。那我先把他弄死，还没死。boss 啊，掉了还掉了 boss 血，幸亏把他弄死了啊，要不然有点麻烦。好，那我招了啊。哎呦我取红色的，我把 buff 打，喷火。我去！哎呦我去，行不行啊？哎呀，好像不行啊！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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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死神要死了！哎呀，这怎么办？我去！回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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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吃！好了！哎呦我的妈！行不行啊？哎呦我的妈！行不行啊？我去！哎，我去！哎，我的妈！我去！行不行？死了吗？没有，还有一个。往前扔，对，烧死他！血瓶得带着啊！哎呦我的妈！烧死他！我去！血瓶看着点啊！吃！还可以，施救嘛？这是飞龙嘛？这不是？哎呦我的妈！我是打开了，是没打开呀？还有啊，这样呗。死了吗？哎呀我去的，吓死我了，差不点儿死了。哦，他是个混沌龙，哎
哦，是这个意思，我差点死了，我幸亏我机智啊，穿了那个给他喝了那个药水啊。你这 buff 是打开的，是没打开呀？这样是闭了，啊，这样是打开了，啊，上面有一团火啊，还行还行，来天神过来拆尸体，好好给他拆一拆。哎，我的妈，哪个是天神镰刀龙啊 ？OK OK， 拆它拆它拆它。哎呦，我吓死我！我以为我的死神要死了呢。啊，混沌的飞龙啊！哎呦我去！我看这长啥样啊？你这么嚣张你啊？啊？哎呦我去！观察观察啊！这一坨像屎似的。哎呦我的妈！被打错环了都，那给他拆了呗。行行行，可以可以。哎呦我去，这飞龙怎么这个德行啊？哎呦我的妈呀，心有余悸呀，太吓人了这个。可以可以，然后咱们就那什么吧，咱们就给他拆了吧。哎呦我的妈！行，拆他拆他。小样儿，你真是！哎呦，怎么下来了？揍他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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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揍他！也没掉啥玩意儿啊！小伙伴们不应该解锁点东西吗？还是东西在我身上呢？给了个破裤子，给一个这什么呀？这个是这是什么呀？带毒的那个什么吗？也没什么玩意儿啊。这飞龙怎么四界的飞龙怎么比三界给的都少啊？啥也没有啊！哎呦我的妈，这啥呀？里边全是破烂，克克吃吃打死！这包里有没有点好东西啊？小伙伴说那个是毒的 RPG 炮弹是吧？哦，可以可以。什么呀？没有点好玩吗？没啥好玩，我吃口饭啊，回个血。OK， 咱们看看清理一下战场啊，这边好像还有东西。我也没解锁什么呀，小伙伴们，我要训那个混沌龙和灵魂龙哎，全是破烂，这也是破烂。小伙伴们显示正常吗？那边有个躺着的啊，不知道什么玩意儿，像施救似的，黄色的。是个鹰哎，有包吗？我去，掉了老多蛋了！我去，地狱龙的蛋好像是我掉一地啊，捡吧，干嘛不捡呢？是不是？地狱龙的蛋是不是刚才他打架的时候，他不是吃了那个什么吗？回血药吗？他一直拉屎来的，他是不是下蛋了？哎呀，这飞龙啊，吓死我了！我死神血就剩能有，八分之一啊。他没留个什么包吗？这龙怎么这么穷啊？感觉。那咱先回去呗，先回去吧。啥也没掉啊，感觉。OK， 我看看啊，给了把破弓吗？100多的攻击力的 ，RPG 的。这个是炮呗，就是不是啊？这好吗？这玩意儿，行，我给大伙比划比划吧。炮弹就俩呀，就俩炮弹。哎呀，我的妈！那我揍他看看呢？这有点不太好瞄啊，这个瞄准发射。握准，可是崩死了，没了啊！你这，肩扛式炮弹呢，还挺帅啊！这玩意有用吗？毒系的呗，是不是？毒系的 RPG 应该是，
好像是这意思。好吧，好吧，你收起来吧。炮弹咱们是不是消费不起啊？你身上掉点啥没有啊？我看看啊，嗯，他这有点血，也没有什么玩意儿啊。嗯，那这个是有用的，恶魔血是吧？别的差点劲，那你就先留这儿吧。那我就跟天神先回去了啊，你搁这撅着吧。OK， 那咱们就先回去，嗯，这样。OK， 然后这样。哎，怎么还串没了？有的小伙伴说，那什么，有的小伙伴说卡吗？我是不卡呀。他应该给个卡片吗？不是小伙伴吗？不是吗？嗯，咱们看一下啊。不是，那我那个 boss 我怎么招啊？那飞龙 boss 啊，他也没给个卡片，正常不应该招一个那玩意儿吗？这个扔了，然后咱们下一步得招他是吧？需要绿色的羽毛，有个这个，我看看还缺什么？绿色的羽毛，还有那个雪，这个呗，然后还需要恶魔血得需要100个，我现在差70个，羽毛差一点。这个狙击步枪是我原来用那个是吧？这炮弹也没，我也做不起啊。行，这么地儿吧，是吧？哦，可以可以。